just assumed I'd play the part of keeping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. No matter how your confidence may fall, I'll be here as your foundation. And I say, hey, yo, just let it go. Your struggles won't remain. And I say, hey, yo, we're holding hope and wake up yesterday. So hold on to me. Hold on to me. Good. 还没到就先喝。现在才早上11:20，20分。我们主任，十二分。我们开喝了。我们主任已经强迫我们开始喝酒了，超嗨的。耶、yeah, ，下来洗底喽。小雨，手持这个蔬菜。我们志哥。够多吧，这一袋，这一袋真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骑不到，后面那一位，看一下后面那一位，这个人，请问是来度假的吗？我那个在哪里？我觉得我睡袋是到北要走很久了。你的睡袋跟我的包包一样大哎、欸，你的睡袋很帅哎、欸，我的睡袋跟你讲。哎呀，羊毛的好不好？他妈都是永志害的，他妈跟我讲是什么？你的睡袋很薄，你最好自己准备一下。还带福潘达来有没有？福潘达的袋子。哦，这个宝贝，宝贝。晚上都在这里了。希望晚上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顺顺利利。现在在大天幕，风超大的，有点搭不起来。这是我们大的天幕，勉勉强强去看一下队友们。好，这一顶是什么？一时叫不出来。后面是我们的帐篷。好，还有这一顶，上面就是吊桥。看一下你们在干嘛。还差一顶这样，还差一顶。大家发生什么事啊？他跟人家搭错外帐的人给他搭错，他这样怎么进去？什么都没有。你又走了。你来干嘛？他飘走了，干嘛？舒服吗？很、冷哎、欸，没有这样泡来干，我不行，泡它冷热交替啊！快点，我很冷很冷，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冒险这样，你跟我说这不够热，热不消我。没事，你是现在很爽。我要拿手要传你下，没问题吗？这群人是他们已经是30岁的老人了。对啊，头发可以吗？可以。对啊，头发很重要哎。有看我擦汁吗？哇塞，大厨杰哥就在炒这个洋葱牛肉，洋葱爆牛肉，葱爆牛肉，它葱了有葱吗？没有葱吧？没有葱，葱等一下要去采。火不大，完蛋，火不大。饮酒过量有害健康啊、哦，不可以喝太多哦。主任，你怎么叫那么多酒？主任，看台湾啤酒金牌 Number One。主任已经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可以睡觉了啦。变美国人就买热腾腾的姜母鸭，今晚就靠这一罐了哦。红标米酒团，这是春雨料理米酒，因为这个比较轻，它是保特瓶。
这我们晚上来煮虾子的，结果主任，主任要求，主任要求，下这锅啊，加到姜母鸭多少？肉卤，这姜母鸭，白痴你不要加太多，要深一点哦，要深一点煮虾子，太多了，白痴好，要不要取消？格兰菲迪。饮酒勿过量哦、喔這個。这个年份要六算，年份要算几年？18年呐、啊，18年。晚上的精英温泉，听说这个是百威金牌。前往精英瀑布的路上，勇者们即将抵达精英温泉。哇，这里很漂亮，很值得过来一下。抵达精英瀑布，哇、哦，超壮观的，且不会很难走。看我们志哥摆好那个姿势，帅！好了，我们要回程了，真的是非常推荐过来精英瀑布，超漂亮的，水又很干净。可以吗？感觉可以啊。哇塞！怎样？怎么样？好冰！没拍到。你在这里？这是士官长造池。士官长造池。里面最干净的温泉池，有铺帆布。泡入泡汤池里，先在外洗脚，再入池泡汤。士官长阿德，阿德当然综合了。这个水很烫，又很清澈。这池子很烫，而且还蛮大的。准备要回家喽！看你的标签没有收进去帽子的。大包小包，还有福胖达，还有 Costco。这个那边还有白痴情侣，在那边搞事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酒醉的，现在酒精浓度还是有点高。对啊，开心。哎，教练，只要你今天才来，对啊，要回去了，开心啊，开心啊，这要脱光啊，喂，哎呀，发出声音。大 baby， 看到这种画面，其实没有不是很舒服的。这是我们大 baby 啊，这是大 baby， 从昨天到现在，10年前，这是我10年前脑袋被捋直，从昨天到现在都被照顾的大宝贝，大宝贝，大宝贝，乖哈，迷失了自我，回家了哈，回家喝奶奶，酒精中毒，酒奶瓶里面装酒精，对。